六十四页这个第一行这边啊，下面哈、啊，经云就是下面几个字哈、啊，说经云昼夜六十行上法者啊，上面这个礼忏啊，就礼佛啊、忏悔的这个方法啊，意思就是说以前的祖师啊，也都是修这个忏悔法门啊。 那么，因为问的人说，这个业障本来都是虚幻的，那么呢，罪也本来就是罪性本空的，为什么要忏悔啊？那么因此，这个永明大师说，祖师呢，他们都是修忏法啊。那么这里说，经云昼夜六十，就是说我们呢，啊、呃，白天晚上行上法者啊，修行这个忏悔法的人呢，啊。 如持七宝满阎浮提供养于佛、啊，那么如果是修忏法的人呢，就如同呢，有的人呢、啊，如果能够持七宝、金银琉璃等等七宝满阎浮提，就是说整个世界啊，通通是七宝，这样子来供养于佛，功德很大吧，哈、啊。 但是呢，比前功德出过其上，哈、啊，意思说，如果能够昼夜六时忏悔的人啊，他的功德胜过呢，用七宝满这个世界的七宝进行琉璃来供养佛，他的功德比他还要殊胜，啊、所以说比前功德啊出过其上，这个是讲忏悔的功德啦，哈、啊，意思就是说。 啊，引经典证明说忏悔它就是有这个功德啊。那么再来第三行啊，六十四页第三行、啊，它说：“经云呢？啊，那么前面经经典证明说我们忏悔呢有很大的功德啊，胜过七宝布施于佛，那么供养于佛。那么再来又说经云不能生难招之想，啊。 那么，如果我们不能生这个难招难遇之想，对这个佛法啊，佛法难闻啊，不能生这个难招遇之想。难招遇就是说很难得呢，啊，能够听到佛法啊。经典里面说，人生难得啊，要得到人生又很困难，那么要听到佛法也很困难啊。如果我们不能做难招之想。 今生末世，但见移形，哈、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今天生在这个末法的时代，末世就是末法的时期，但见移形，我们只有看到这个佛陀遗留下来的形象而已，不能看到真佛，啊，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。我们在这个末法的时候，只能看到遗留的这个形象，礼仪端肃，啊。 涕零血泪，唏嘘旧宫。哈、啊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在末法的时代不能看到真的佛，照理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应该要端肃啊，就是端正哈、啊，那么呢，恭敬，涕零血泪，涕零血泪就是比如形容说我们很悲伤，觉得我们在末法没有那个善根，亲自可以见到佛。 那么我们觉得流泪啊，流涕啊，零就是落下来了啊，血泪呢就是泪呢啊，流下来啊，这都是形容啊，就好像这个泪呢啊，像一行墨水这样流下来啊，唏嘘旧功啊，要感觉得感叹，感叹呢不能见到佛啊，旧功就是说呢反省啊，旧就是呢。 责备自己啦，叫做救啊。那么，功就是对自己啊啊，觉得说我们应该忏悔。为什么要忏悔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末法都没有看到佛，应该觉得很伤心，觉得很惭愧啊，才对啊。怎么可以说啊都不用忏悔？我们都都没有业障，不用忏悔。我们现在不能见到佛，就是有业嘛啊，所以就应当忏悔。唏嘘就是呢感叹的。 啊，这个意思，旧功呢就是自责啦，啊，旧就是责备自己，啊，功就是对自己啦。哈、啊。如入庙堂不见严父，就好像我们到这个庙堂啊，啊，庙堂就是以前的啊，比如说到这个在庙堂就是房子里面啊，庙呢就是以前的，比如说在学校里面啊。 那么不能够看到严父，不能看到自己的父亲呢、啊？啊，就好像我们如果父亲往生了啊，那么我们在家里客厅呢、啊，或者在这个在这个正厅正堂里面都没有看到父亲呢、啊，应该要好好的去觉得很啊悲伤啊，或者是觉得很思念才对哈、啊。所以说，如入庙堂不见严父，就好像我们回到这个客厅啊，啊 以前的古代人有那个正厅啊、大厅啊，啊，那个叫庙堂。那么在那个大厅、正厅里面没有看到父亲啊，应该觉得思念啊，觉得悲伤啊。这个是形容说我们没有见到佛，应该造林，照理应该要赶快忏悔啊。所以说，故师大禅师啊，行方等而了见三生，所以这个会师禅师啊。 他也是修这个方等忏啊，大圣的方等忏。而了见三生啊，知道自己三世的因果啊，了知这个三世的因果啊。如果我们可以了知三世的因果，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修行呢啊，就是啊，容易呢没有疑惑啊，因为我们真的知道过去是什么样，现在为什么。 好，那么这样子知道三世因果，所以这个慧师禅师他就是修行，知道这个三生。啊，再来说高僧谈彻入道场而亲蒙十号，这个高僧谈彻啊，他进入这个道场啊修忏法的时候，那么得到佛给他授记十号啊，十号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啊，乃至佛世尊。 这个叫做十号，意思就是说受记他会成佛的意思啊，所以叫做亲蒙十号，亲自得到佛跟他受记说你会成佛啊，你有十号啊，我们拜八十八佛就念如来应供正片之，这个叫做十号，如来的十号啊，那么有十号才叫做佛啦啊，才叫做佛，那么意思就是说他修忏法以后得到佛受记，他可以成佛。 再来，智者大师正玄陀罗尼变。智者大师他正这个玄陀罗尼啊，得到这个智慧辩才啊。这个他修法华忏啊，修忏法。再来，道超或无价宝珠啊。这个道超法师呢啊，他得到无价宝珠啊。那么呢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也是在修忏的时候呢，自己。 感觉到啊，得到智慧，所以他觉得无无价宝珠啊。此皆投身忏门啊，归命佛语啊，这个呢都是投身在忏悔的、啊、以忏悔修行而得到智慧啊。所以，我们修行有很多的法门呐啊,啊，比如说有的法师是诵经啊，有的是参禅。 有的是打坐，有的是念佛，那么有的人呢是修苦行、持戒啊，那么这些法师呢都是修忏悔啊，修忏悔。那么因此呢，修忏悔他也得到利益了啊。那么怎么可以说人家忏悔是是着事相呢？啊，这个永明大师的意思就是这样啊，意思就是说修行不是只有说。 打坐啦、啊、参禅呐、啊、诵经呐、啊，或者是研究经论呐、啊，啊，或者是怎样拜忏的人呢，也有得到这样子的啊功德啊，所以当然有很多了啊,啊。那么这些都是举几个例子哈、啊。所以说，此皆投身忏门，归命佛语啊，归向于这个佛，叫我们要忏悔业障啊，自知悬感顿色圣阶啊。 那么因此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啊，这个学呢叫做不可思议的啊，或者是深妙的啊感应啊，然后顿色圣阶，顿时啊他们就成圣成贤啊，变成圣人啊，那么有大智慧啊，乃至于呢得到佛的受记等等啊，叫顿色圣阶啊，是以忏悔祭祀等觉。 啊，所以忏悔这个法门呢，记哈、啊、记就是奇的意思啊。就算呢，你到等觉菩萨啊，初地乃至实地到等觉啊，一直到等觉呢，会有一分无名，犹如为烟，故须洗涤哈、啊。就是说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分无名啊，他就那个无名呢，就好像那个维系的烟啊。 还是会遮住这个清净的虚空，就像清净的虚空当中还有一点点的烟啊，那么还是要故需洗涤啊，那么还是要忏悔这个业障啊。所以前面有讲过了，弥勒菩萨为什么能够快速成就佛道，就是说他六十向十方顶礼诸佛忏悔啊，忏悔。所以弥勒菩萨他为什么能够能够这样子快速成佛呢？啊，也是一样。 啊，他昼夜六时呢，啊，下西着地向十方佛哈忏、啊、悔。我们上礼拜讲过，所以呢，就算等觉菩萨也要忏悔哈、啊。再来说，又法身菩萨上行忏悔，起况业系之身而无重垢哈、啊？意思就是说，法身菩萨啊，啊，都要忏悔啦，像。 普贤菩萨啦、啊，跟这个善财童子就教他说：“礼敬诸佛啊，称赞如来啊，广修供养啊，忏悔业障啊。”那么如果照我们说，这个善财童子他五十三参以后呢，他所悟所证呢，就如同诸佛，结果还要叫他礼敬诸佛啊，忏悔业障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法身菩萨呢，啊，正法身的，像这些善财童子啊。 这个普贤菩萨还叫他忏悔业障呢，对不对？普贤菩萨没有跟他讲说业障本来空啊，是叫他要忏悔业障呢。五十三以后啊，从参到文殊菩萨啊、弥勒菩萨啊、文殊菩萨参完了，参普贤菩萨，叫他忏悔业障啊。所以说法身菩萨尚勤忏悔啊，这个正法身的啊菩萨呢。 他们还要忏悔呢，何况我们业系之身啊？我们又没有得智慧，又没有开悟，又没有正法身，也没有断烦恼啊！我们凡夫众生就说：我不要忏悔，我不用修忏法啊！何况业系之身，而无众垢呢？啊，怎么可以说我们呢？业系凡夫没有没有罪垢啊？ 所以十八不共法中，三业清净为佛一人啊。十八不共法就是佛的十八不共法，真正到身、可意三业完全的清净，只有佛一个人啊。六十五页啊，就是说只有佛才是真正的身与意清净的啊。所有的戒呢、持的清净呢，最为细、最为细的过失完全没有。 啊，只有佛了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呢，啊，身口意三业没有办法就近亲近啊，所以只有佛一个人才说身口意三业亲近了啊,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凡夫啊都是自己说而已啊。南岳大师云啊，就是慧师禅师说，修六根忏，名有相安乐行，直观法空，名无相安乐行啊。 就是说，安乐行有两种，一种叫做有相，一种叫做无相啊。那么呢，如果我们修六根忏，叫做有相安乐行啊。这个依照普贤观经，普贤菩萨说，我们要忏眼根的罪，忏耳根的罪，忏鼻根的罪，忏舌根的罪，忏身根的罪，忏意业的罪啊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六根都有罪。 那么要忏眼根的罪，为什么要忏眼根的罪呢？啊，我们过去无名啊，所以我们眼根啊，啊，一层一一张纸啊，一个墙壁啊，就看不过去啊，对不对？不像人家天人有天眼，我们只有只有肉眼，对不对？不像这个声闻呢，有慧眼，菩萨有法眼，佛有佛眼啊。我们一看一到境界就起心动念了，就贪嗔痴啊，就欢喜就嗔怒啊。 那么这不是眼根有罪吗？所以要忏啊，不然的话，人家佛看到众生啊，那么如如不动啊，平等没分别；菩萨看到众生，只有想慈悲利益众生，就算众生害菩萨，菩萨还是想利益众生而已啊。可是我们是凡夫啊，我们眼根看了，觉得说啊这样不好，那样不对，我们就会起烦恼了。那表示说我们眼根有罪。 啊，那么耳根也是一样，我们听这个声音啊，就会起分别，这个好坏啊、对错啊，啊，那么呢，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啊，听的所有的音声呢，都是都是如来藏妙真如信啊，哪有什么差别平等啊？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心啊，与一一切众生同一悲仰啊，那就没有差别了。可是我们不是啊，我们听到好听的就喜欢听，听到不好听的就不喜欢听。 啊，那么众生都是这样，所以耳根也有罪啊，哈，所以普贤菩萨说要忏六根啊，这个叫做有相安乐行啊。如果我们拜梁王忏呐、啊、水忏呐、啊，都有叫我们忏眼根、忏耳根，对不对？水忏也有吧，啊，眼根有罪，耳根有罪啊。慈悲上面水忏里有讲，那么这个叫做修六根忏，这个叫做有相安乐行。 啊，就是说我们指的四象，眼根也好，耳根也好，只立这个相来忏悔啊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直观法空，就是直接观察诸法空相啊，叫做无相安乐行。就像《心经》说的，“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”啊。 啊！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苦厄就安乐了。啊，所以叫做无相安乐。什么叫做无相呢？照见五蕴皆空，叫做无相。什么叫做安乐行呢？度一切苦厄，所以叫做无相安乐行。啊，就是说直接啊，反正一切诸法来都照见五蕴皆空。 啊，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无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。啊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哈、啊，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无相安乐行。哈、啊，那么慧师禅师说，我们忏悔有两种，一个是有相六根忏，叫做有相安乐行；直观照见五蕴皆空，叫做无相安乐行。啊，那么最后两句说。 妙正之死，恶行俱舍。那么，如果真的正道的话，有相安乐行也舍啊。那么无相安乐行也舍啊。这个叫做法上应舍啊。金刚经说：如法欲者啊啊。如果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已经正的时候，也没有观了、啊，也没有能观、所观，我在照见五蕴皆空。 啊，那么颤六根也是一样，也没有能颤所颤，等到妙正的时候，两个都是啊，要舍啊。所以有相安乐行，就是一般我们现在拜忏的时候在拜啊，我们拜大悲忏呐、啊、水忏呐、啊、梁皇忏呐啊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有相。那么实际上在拜忏的时候呢，告诉我们说，能理所理性空寂。 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无相，无相忏啊。那么实际上理事都有了哈、啊。再来呢问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永明大师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，好，不要只有说啊执着在理体啊，说啊业障本空啊，罪本无性，不在内外中间呢啊忏、啊、什么悔，啊着什么相这样子哈、啊，那么在四相上面分别啊。 那么这个是指理啊，而不了解事啊，不了解事。再来呢，问啊，又有人问：结业即解脱真源，罪垢不住三界啊？这个又一样，又去问一样的问题啦啊，他还是不死心啊，他又问说：业障本来就是解脱了啊？那么呢，就好像禅宗祖师说了：则业障本来空啊。 哎、欸，可是后面还有一句、欸“未了还须长速在啊，我们到底是有了没了？没有了自己说了就算了了吗？啊，我们如果真的了，当然业障本空啊啊，那么江手临白刃也无所谓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暗示告诉我我身体给老虎吃也无所谓嘛，对不对？”啊，那么我们可是未了还是长速在呢？ 术士的这个债呢，啊，那么都是不会消失的，啊，都是有因缘。啊、呃，有有一本书叫做那个《太北行脚记》啊，有一个啊法师啊，他说他以前啊啊，就是有一个可能是辽国的人吧，比丘了哈、啊。那么他以前做沙弥的时候，他去行脚啊，就是说他在那个泰国北部啊、辽国啊、越南呐、啊。 走了很多地方了、啊、哈、啊。那么他好像十五岁还几岁哈、啊？做沙弥的时候，他说从小的时候跟他妈妈哈去佛寺去供佛，然后呢就看到那个佛像哈、啊。那么问他妈妈说那个是什么？他他妈妈说那个是佛哈、啊。然后他就跟他妈妈吵，我要那个佛像，我要那个佛像，对不对？然后结果他妈妈说不行啊，那个是佛像。 后来那个住持师傅就给他，啊，给他。那么回去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啊，他就有一天呢、啊，啊，他说，哦，那个是佛陀，他就很高兴。有一天呢、啊，突然看到那个比丘来托钵，啊，托钵在泰国他们都有托钵，他就跟他妈妈说，妈妈佛，佛陀佛陀来了，佛陀来了，哈、啊，因为那个比丘都穿的跟那个佛一样的袈裟，他跟他妈妈说，佛陀来了，佛陀来了，哈、啊，那么呢？ 他妈妈就想说小孩子叫什么，就出来看。他说啊，那个是师父，那个、是比丘啊。然后他就问说比丘要干什么？他说比丘修行就是要成佛啊，将来要跟佛一样。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说，那我也要出家。他他妈妈说真的吗？啊，真的吗要出家啊？那大概几岁的时候吧？ 可能六七岁的时候就这样想哈、啊，后来就带他去见师傅啊。师傅说太小还不能长大一点再出家，啊，三年以后再出家啊。他就很高兴啊。当然他有善根嘛。后来他他就出家了啊。那么就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啊，有一天突然啊，他说他做梦，梦到啊佛陀跟他讲说，不是剃度就是修行，不是穿黄衣服就是修行。 啊，不是这个呢，没有娶老婆就是修行啊，就跟他讲这样。然后后来跟他说啊，你应该去行脚啊，去呃去那个托钵行脚啊，不要执着，才叫做修行啊。因为他他得到那个梦了啊，所以他就想说啊，他还跟他讲，不是离开家里就叫做修行呢。啊，后来他就想说啊，那我是不是要去行脚啊？ 后来他就去行脚，行脚的时候啊，他就跟他师傅讲了，就去行脚。行脚，因为他是沙弥嘛，他就去去到处行脚，走了很多山啊，很多道场啊。后来他去那个山上面有很多大象、老虎哈啊,啊。有一次他就去躲在那个，想说到山上去啊啊，然后想说托钵完以后想要去住山上啊，有一次啊，想说走到一个地方，看到哎。诶 这个地方有那个树藤留下来一只一只的，好像那个帐篷一样哈。他想说坐这里不错哦，哈，这样可以遮住啊，哈啊。那么那个藤条、那个树藤这样一条一条像门帘这样垂下来，他就在那边打坐，突然坐到一半，咚咚咚咚，大象来了，大象跑到他面前，然后呢站在面前，大象去吃那个树藤啊。他说看到十几只大象就在他面前。 然后他就啊很害怕，然后就哭了，就就流泪哈、啊。这是讲他的那个故事。还有他后来他也遇到老虎啊，好、啊、遇到老虎的时候，他就想说很害怕，很害怕。他每天都很害怕，因为他坐在那边，老虎一叫的时候，他就哭啊，就流泪啊。他、啊、每天呢、啊、十几天的每天都这样。后来他就想说，哎呦，这样子每天晚上心惊胆跳这么恐怖，不如哈。啊 让它吃掉算了，吃掉大概一个小时就死掉了。啊，每天这样很害怕，每天十几天了，每次一听到老虎叫，喉咙就塞住，然后眼泪就流下来，哈、啊，就很害怕了，啊，就很害怕，啊，那么呢，后来他就想说，干脆哦，把我吃掉算了啦，这样哦，每天这样提心吊胆也是很害怕，啊，后来有一次老虎来，啊、他就趴下来想说，我给你吃哈，就老虎，人们叫几声就跑掉。 啊，就跑掉。后来他自己想说：“哎、欸，如果没有这个业哈，可能老虎不会吃啊。”后来有一次，他看到老虎刚好在吃一个人，啊，吃他的脚啊。然后老虎看到他，把那个人咬了就跑。啊，后来他有一次修行的时候啊，那个遇到一个法师跟他讲说：“说你啊，就是因为你过去造业，你有十一世做老虎。” 但是呢，你有十次啊，做老虎的时候呢，吃了你的恩人啊。他写恩人呢、啊，那是翻译，应该是怎样？可能吃了他的主人吧，可能养他的人，他把他吃掉吧，哈、啊。那么他意思是说吃了那个你的恩人啊，啊，可能人家救你，你还把他吃掉。他说十一次做老虎，然后结果你十次人你就吃人，啊，吃到那个你不应该吃的，他是对你有恩的人。 啊，然后所以说，你过去生就出家，好像他是写一百一十四都出家，还没有受戒就死翘翘啊！一是他的业了，一百一十四呢，出家都是做沙弥，还没有做到比丘就死掉了啊！可能都是在那那一种场合之下，在山上呢、啊、被老虎吃啊啊！就是因为他十一次做老虎的时候，有十次吃人。 啊，吃到人啊，所以就是他的业了啊，他的业啊，所以他也是就是很多他在那边啊行脚的故事。他说他刚开始去山上的时候啊，就会想到鬼就很害怕，因为去，因为他们都会住，有时候住在那个啊山上的某个波啊，啊或者是荒郊野外、坟场这样子，然后就很害怕鬼。 啊，后来想一想，还是很害怕，很害怕。后来他就自己再想一想，想说：我一一生吃那么多，我的肚子里面也吃了很多鸡鸭鱼肉嘛，哈、哦。那么这众生呢，都在我的肚子里面，我的肚子的是蒙了波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我给他的亡阿波，我给阿蒙阿波，哈、哦。他自己这样子想，他说：我的肚子就是坟场啊，那我还怕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我自己本身就是就跟鬼一样啊。 我还怕鬼啊！后来他就想说，我自己肚子里就很多鬼了哦、啊，那么还用怕鬼啊？我自己就是坟场了，不用怕那个怕那个坟这个坟场啊。那么所以说，这个都是业了哈、啊。就是说，我们有造这个业啊，像他这样，他做老虎吃了不该吃的人了、啊，那么就造了这个业啊。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有真的这个业。 啊，那么呢？如果真的说结业及解脱真缘，那是真的有那个啊、呃、功夫才可以说这个业障本来就不受影响的啊，本来就解脱的，本来就没有没有什么啊。然后这里说罪垢不住三际啊，这个罪不在过去，不在现在，不在未来啊，罪性不可得啊啊。那么他又说何不了无生而直灭啊？ 这也加一个逗点，为什么不直接体会无声？一切法无声啊，直接就灭啦。这些罪业啊，啊，那么却呢，谁有作而劳功夫啊？就是说，为什么不直接体会无声？那业障就灭啦，哈、啊。却要随这个有作，有作就是要拜佛，又要供养，又要供花供水，对不对？还要点香供佛，对不对？ 而劳工夫啊，劳这些很、呃、疲劳啦，做那么多的事情呢、啊，又要礼忏啦、啊，又要拜佛，又要诵经啊，啊，为什么不直接了说那个都空嘛，啊，就好啦、啊，啊。那么这个永明大师说啊，福罪性无体，这个罪呢，体性是没有没有实体，也没有错啦，一切法都无自性，对不对啊？这佛也不可得，当然罪也不可得了哈。啊 可是呢，业道从圆啊，就在业来说呢，它是随缘的哈、啊。那么下面说不染而染哈、啊，这里它主要讲哪一个呢？就是说罪性跟业道哈、啊。性呢，就是讲真性啊，哈、啊，一切法的实性。这里从两个角度来讲，如果从真性诸法实相来说。 一切法都是空的，这是从性来说哈、啊。但是如果留从业相来说呢？业道就是讲相，就是业相来说哈、啊。我们从缘还是有因果的啊，不是说没有了啊。就像那个百丈禅师遇到那个呢啊，这个野狐啊，野狐说呃不落因果啊，结果说一次说错了，就五百世做野狐理呀、啊。 啊，因为他说，人家问说大修行人有没有因果，他说不落因果啊，意思说大修行人呢、啊，如果做做什么好坏事都没什么因果啊，那么呢，因为这样说错一句话五百次就做狐狸呀、啊，野狐狸，所以才叫做野狐惨呢、啊。后来这个百丈禅师就跟他讲不昧因果，啊，大修行人对因果还是很清楚明了的，不昧就是。 昧就是迷失啊，啊，修行的人不会迷失于因果啦，啊，并不是说没有因果、啊，一切有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，哈、啊，所以这里讲分两个角度来讲说，说罪性如果讲性来说，啊，它是没有，一切法都是空的，哈、啊，但是从业相，这里是讲相，哈、啊，业道呢，它是从缘，啊，从缘都是有的啦。 哦、嗯，就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啊，那么呢，这个呢，这个头痛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马脉之报啊，等等，这表示说都有业的啊，不是说都没有业啊。所以业道呢是从缘啊。那么下面又讲不染而染，习垢非无。不染呢，就是讲性啊。 性虽然不染，但是随染污的因缘呢？所以习垢非无啊，这个业缘呢、啊，业相还是有的啊。那么接下来说染而不染，本来常净。虽然有业缘业相，可是啊，它的实性就是不染，所以本来常净啊，所以本来它本性是清净的。 啊，所以这里就要分两个，一个是讲业相，一个是讲本性。啊，本性是不染，可是业相有染，所以这个习垢非无。啊，这个习气啊，污垢并不是没有的。啊，它都有了。可是呢，虽然染呢，可是它的体呢，当体是清净的不染，所以本来常净。啊。 那么业性如是，啊，去取犹难啊。这句话就是说，业相啊，业就是指业相，性呢就是指真性啊。业相跟真性，他们就是如是的关系。虽然真性清净，可是业相还是会随缘；虽然业相随缘，可是本性清净。 所以叫做业性如是，哈、啊，所以这两个字一个字代表一个意思，业就是业相，业相就是这样，啊，就算是佛呢，也有这个这个头痛的果报，也有这个这个呢，啊，佛也有九难呐、啊，哈、啊，那么呢，这个性呢，就是讲真性，真性是清净的，啊，所以这两个字呢，是业相跟真性。 本性呢，他们的关系是这样，不即不离的哈，所以去取有难啊，所以众生啊，因为业相跟这个心性啊，真性呢搞不清楚，所以去取有难，到底要怎么样去取舍啊？这个去就是舍，取就是取，取舍哈，那么很难呐啊哈！如果说我要拜佛。 啊，我认为我有在拜佛忏悔，那么又不知道真性，这样也不对，哈、啊。或者是我说啊，真性都是空，你们不用拜佛念佛，这样也不对，哈、啊。所以叫做去取有难，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取舍是很难，哈、啊。所以一永明大师就是说，我们呢理事要圆融，啊理也知道事也要忏悔，理忏，哈、啊。 那么虽然理忏呢，知道这个本性常清近啊，虽然本性常清近可是还是要常理忏，对不对？难道说啊，弥勒菩萨他不知道本性清近吗？他为什么要常常理忏？难道善财童子、普贤菩萨他们不知道本性清近吗？他们还要礼敬诸佛，还要忏悔业障，那是因为要理事圆满，才能够呢啊。 成就这个佛道，哈、啊，所以这里说业相跟真性啊，它就是如是的不相离。但是因为众生不了解，所以去取有难，到底要理忏还是不理忏？到底要真性还是要世相？啊，那么众生是很难理解，所以叫去取有难啊。再来说，一切众生业通三世，啊，众生的业啊是通三世的。 啊，我们这个业都是如此的啊。我们前面说啊，因为我们都没有见到三世，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啊，三世是不可的，然后觉得没什么啊。如果修行见到三世，知道过去生如何如何啊，那么就会把握今生要如如何如何啊,啊。但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看到过去啊，也不知道呃六道的这个状况。 啊，所以我们啊、呃、不了解啊，所以一切众生呢，业通三世，这个三世的啊缘起，真会不发啊，被二障之所残，我们真实的智慧不能够发起，是因为被烦恼障所知障这两种障碍所缠缚了的哈，那、啊、么妙定不成，前面讲会，这里讲定。 我们为什么不能入定呢？啊，就是五盖啊，啊，贪盖、嗔盖、啊，这个掉会疑盖、睡眠盖啊，昏沉掉几嘛哈，昏沉掉几盖等等啊，我们呢一下子如果要入定了啊，又想睡觉了，要不然要打坐了东想西想啊，要不然呢啊，又是贪又是嗔，要不然就是疑啊。啊 打坐真的有效吗？啊，这样修有效吗？念佛有效吗？啊，那么这个叫做以都会有这个五盖所覆了啊，所以我们心不能专注啊。为圆圣佛子，须于净处圆见道场啊。那么如果依教圆圣啊，圆圣就是这个一佛圣啊，圆圣呢、啊，我们依这个。 天台啊，或者是华严啊，都叫做圆宗、圆圣。那么这个一佛圣来说啊，都是叫我们要在近处建道场啊，在清净处庄严建立这个道场啊。然后呢，苦道垦成啊。所以如果依这个啊教门里面说，比如说天台宗啊，华严宗啊。 啊，或者是净土宗啊，都是叫我们要礼佛啊，要忏悔啊。当然，如果是禅宗啊，就不叫不讲这个了。禅宗啊，他是站在理上面说了啊。但是如果依这个原教佛乘的话，就是要叫我们要忏悔啊，苦道恳诚啊，恳切啊，诚心的，普代有情行行忏法。 要带一切众生来行忏法啊，所以我们拜忏不是为了拜自己啊。如果真正一发大圣心、菩提心来说，我们是要带一切有情众生来忏悔，想说不是只有我忏悔啊，我的历代祖先啊、冤在债主，乃至法界一切有情呢，都代为忏悔啊，代为礼佛。 啊，代为供养啊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呃大圣的这个心念啊，不是只有说我自己忏了业障了啊，我自己拜佛要求这个求那个啊，是要带一切有情来修忏法啊，内则为凭自力，外则全养佛家。内在呢就是靠自己啊，要把这个心念啊转清净啊广大。 啊，那么外呢，就是要靠佛力的加持啊。那么我们也要靠佛力加持。当然，有的人说我们不用靠佛力加持啊。那么这个是啊，我们原教呢啊，我们一切众生啊，乃至我们一华严经来说啊，初地的菩萨也都要佛加持哎，对不对？七地、八地的菩萨也要佛加持呢，十地菩萨也要佛加持呢。 啊，我们是凡夫哎，不用佛加持了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啊。如果用佛法来说，我们自己众生的这个我慢啊，我慢啊，就像有人说，我慢不可以有，佛慢不可以无，佛没有慢的啦啊。就算要做佛，也不用慢吧啊？应该就说我慢不可以有啊，但是呢，这个呢，这个佛呢，自我的肯定不可以没有。 就对你自己佛性的肯定不可以没有，但是不要讲说佛慢了、啊啊、因为佛没有慢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以说我慢不可以有？佛慢不可以无？就算成佛也我我也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一无实无所得的话，怎么会有慢呢？啊，所以我们佛教徒讲话是要注意哈、啊，以后不要讲说佛慢不可以无啊。 我慢不可以有啊，佛是没有慢，应该是说我们对于自己佛性的尊重啊，肯定不能没有。相信我可以成佛，这种肯定啊，啊，佛见也好啊，或者是这种这种观念也好，不能没有了哈。所以呢，我们外则全养佛家啊，要靠佛力的加持啊。 那么有很多人，当然他是觉得说不用佛力的加持了啊，我自己就是佛了啊。那么但是呢，如果是圆教的话，大圣的宗旨不是这样啊，不能说我自己就是佛了啊。我们如果说依《华严经》来说，菩萨都要佛的加持嘞，对不对啊？就算是呃初地乃至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都要佛的加持嘞。 佛的观点呢？那么佛这个呢，我们呢是凡夫呢，怎么可以说不靠佛哈、啊？所以说内凭自力，外则全养佛家，啊，得到佛的加持，所以得藏尽智明，所以藏爱尽，智慧明啊。六十六页，云开月朗，就好像这个乌云开了，月亮就朗现出来了哈。啊 是以呢，啊，意思说业障就如同乌云一样，哈、啊，是以非内非外，能毁所灿俱空，啊，这个是讲性。如果再讲真性来说的话，本性里面没有罪，啊，所以罪也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啊，所以呢，能毁所灿俱空，啊，这个佛有时候。 说法就这样讲啊，比如说阿瑟四啊，阿瑟四王他不是把他爸爸害死了吗？把他妈妈关起来了吗？啊，人命中的时候啊，生病了、啊，生病很难过，很难过啊，哈、啊，问很多的医生也没有用，有很多的外道老师也没有用，那么呢，就有他的大臣呢，就是说你应该去求佛陀吧，啊，那么他因为自己也很惭愧啦，因为当时是。 啊，他自己啊，去害他妈妈，害他爸爸，然后又不信佛，啊，信提婆达多啊，那么呢，破坏这个佛的僧团，认为说提婆达多跟他讲说，提婆达多说我来做新佛啊，按你来做新王，啊，我们把那个老王给称起来，安呢，啊，称起来你的这新王，这啊，呢，哈，阿我做新新佛。 这样子，然后，所以他因为造的业，他也不太好意思，啊，后来就去见佛，也是没办法，太难受，啊，那么佛就跟他说：“你有，你说你有罪，啊，你忏悔，你罪在哪里呀、啊？罪在身体里面吗？啊，罪在眼里面吗？罪在耳里面吗？罪在鼻鼻根里面吗？舌根里面吗？身体里面吗？罪在哪里呀、啊？啊，后来佛就跟他说。” 罪性本空，你要观说啊，因为我们执着五蕴，所以我才会造罪啊。罪是由五蕴生，那么五蕴又不可得，所以罪也不可得啊。那么对他来说，不在内，不在外啊，哈、啊，那么不在中间哈、啊，所以叫做非内非外，能毁所忏虚空啊。当然是因为这个阿瑟斯王他。 善根也够了，所以可以这样跟他讲啊。那么如果对我们现在反复说没有罪啊，温坦了呀，啊他没有罪就继续造啊，对不对哈、啊？对不对？那没有罪就啊随他去呀、啊，随便做了哈、啊。那么当然要有那种根性的才可以跟他讲这样啊，不然会落空啊，堕这个空哈、啊。如果说这个恶意很重，你跟他讲说没有罪，那就惨了、啊，就没有因果哈。啊 那么他有那个根呐、啊，所以这个直接称性跟他讲，所以说非内非外，能回所参举空，这是从性上面来说。下面这两句呢，就从相业相来说。可是呢，而内而外，性罪遮千玩尔啊，而内而外，这也是罪，那也是罪。 为什么呢？喙齿痛嘛，最；头壳痛嘛，最；腰酸背痛嘛，最；风湿风湿关节炎，哈啊，腹、啊、肚痛，流行感冒，全全是最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寒天嘛最，热天嘛最，通通在受罪啊！哪里没罪啊？到处都有罪啊！啊那么，所以如果从罪相来说啊，额内额外，呃、啊，胃内内底到外壳拢全最。 像佛在经典里面说啊，说我们的一生下来，一生下来呢，啊，就有身上就有很多虫啊。佛一个一个讲呢，眼睛里有什么虫，有两只虫啊；骨髓里面有四只虫，就在吃你的骨髓。你的血液里面有有两只虫，生下来就有了啊。你的肝脏里面有几只虫，你的呢，呃，这个心脏里面有几只虫。 你的手啦，有几只虫？你的膝盖有几只虫？你的大腿有几只虫？脚掌有几只虫？脑袋里面有多少虫？哈、啊，全身都是都是有啦。啊，全身都是有。所以呢，从里里外外到到从里到外呢，统统是罪啦，没有说不没有罪的啦。哈、啊，每个人都是有罪的，不然怎么会长这样？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的话， 也不用打预防针了、啊，对不对？还没啊，擦嘎呢，到底洗不洗？我白煮那么呢，哈、啊，那么也不用说、啊、缴税啊，也不用呢管人家油价上涨啊，啊，也不用管这个温室效应，地球越来越暖和啊，对不对？人家说我们吃素的人啊，这个排碳量是，呃，这个吃荤的几分之一而已呢，啊，所以我们吃素还是对对这个宇宙人生有一点贡献哈、啊。 吃少一点肉，这个呢，宇宙的污染就更少啊、哦。这个听说啊，美国啊，一半的粮食哈、啊，一半的这些稻米啊、玉米啦、啊、麦子啊，全部都是在养牛啊，养那些动物了啊、哦，一半，全世界百分之四十的粮食啊，都是在养那鸡啊、鸭啦、猪啊。 啊，这些牛啊，如果大家都没有养这些的话，全世界粮食都是够吃的，都够，大家都有饭吃，不会饿到。但是因为啊啊，人就是要吃这些啊，所以说才会产生那么多啊。啊所以我们说，而内而外啊，到处都有了。如果从罪相来说啊，性罪遮千玩耳啊，性罪就是说我们杀。 道、淫妄，这个叫做性罪了。那么遮罪，比如说我们以五戒来说，不饮酒叫做遮遮罪了，不能喝酒啊。那么还有其他的维系的菩萨的啊，那么这些罪很多了哈、啊。那么我们呢，如果说从业相来说，到处都是业了啊。所以地藏经说，我们众生起心动念都是都是业嘛啊，都是罪。 啊，我们全身上下通通是醉啦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没有罪的话，就像极乐世界的莲花化身呢、啊，心净无染啊，也不用洗澡啊，也不用怕冷，也不用怕热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用有那么多的衣服啊，就像那个邪说，衣服要怎么穿呢？就像洋葱这样一层一层包包了一层再包一层，好、啊，我们这么冷啊，还要包那么多啊，很麻烦呢，啊，很麻烦哈、欸。啊 就是说，可是我们其实是不用啊，啊，四时如春呐、啊，也没有台风，也没有下雨，也没有这些啊热热天气，也没有冷天气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我们就在人间呢，就是光嘟嘟啊呵，一定爱叫个嘟嘟呵，你那感情几件，的流鼻水呢，啊，你要多穿一件呢，呃，就觉得不舒服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不是都是到处都有问题嘛，啊。 所以说，性罪遮千王耳。哈、啊，接下来说，故菩萨皆尊自教，说毁先罪。所以菩萨呢，都是教依照这个佛的教化来说毁先罪。哈、啊，来忏悔过去的罪，而不说入过去。哈、啊，就入过去，就是说，虽然忏悔罪，但是呢，过去心也不可得。哈、啊。 就是说，他是理跟事要同时具足的，在事相上面，菩萨是要忏悔罪啊，但是呢，他不会执着而去入过去啊，就过去心也不可得了啊，不会像有的人说啊，我罪很重诶、欸，明明跟你讲说你会去极乐世界說，说哎呦，我罪很重哎、欸啊，有我重吗？啊，对不对？那么。 人有的时候真的这样想啊，说啊，我我我不会往生啊，我怎样怎样，明明就会往生，然后自己要想说不往生啊，那么对过去的东西呀、啊，啊，这种悔心，如果常常这样想，就变成那个悔了啊。我们说疑悔那个悔啊，常常觉得过去怎样怎样啊，啊，一直落在这个过去。那么这里说菩萨他虽然忏悔先罪，可是他不会落在过去的这种啊。 停滞不前呐、啊，啊，说不说入过去了啊？如果我们停在过去，就不能向前了、啊，向前走啊。所以我们如果一直在记恨过去的事啊，想过去的事，就不能往前走了，哈、啊。那么再来说，哈、啊，且登地入位，上喜垢与除瑕。登地的菩萨，啊，他们已经入圣位了。 啊，他们还要洗除罪垢来除这个瑕疵。他们毛道善心，却谈虚而拱手。哈，毛道就是说，我们呢、啊，依照经典里面说啊，我们这个叫做青毛道人，就像这个毛一样啊，我们的道心就像毛一样啊，不像我们这个《阿弥陀经說》说五根五力啊，人家有性根。 静根、定根，静就是清净嘛，哈、啊，然后有定根，哈、啊，念根，有慧根，我们都没有根啊，所以在空中飘啊，就像棉絮，就像这个鹅毛一样，这样，所以叫做毛道凡夫，因为没有根呐、啊，啊，如果我们有五根五力的话，啊，有这个性根乃至慧根，啊，我们就不会动了，啊，九堂了，我在 性味的唔惊红胎，对不对？那么如果我们不没有根，就像那个毛啊这样吹啊吹、啊，一下有信心，一下没信心，啊，一下要努力一下子算了啊。那么这叫毛道善心，就是一般的凡夫了、啊、哈、啊，还没有得到信位的，也没有信根的人啊，那么都是属于毛道啊，善乱心。 前面说登地的菩萨都要忏悔啊，我们这些毛道的哈啊，所以如果有人叫我们小猫啊，你就说就是我，我就是小猫，我是毛道凡夫啊，飘来飘去，却谈虚而拱手，我们就想说啊，一切都是空的啦啊，那么这个讲那个虚妄的话，而拱手，拱手就是呢，什么叫拱手哈，就是起嘛呢，光改变是气完的机会来对。 啊，什么都五折啦，啊唔洗衫啦，啊唔 𨑨 迌脚啦，哈，对、就是讲哦，太冷了，啊，手只有缩起来，啊，就是拱手啦，就是谈虚的拱手，就是说啊，我们散乱心反复啊，哈、啊，那么觉得说啊，这个反正一切啊都是空，一切都是不可的，然后什么都不做啊，那么这个是永明大师说的啊，还有说问啊，镜明精云。 啊，罪性不在内外中间，《净明经》就是末经、啊《维摩诘经》啊说罪性不在内外中间，岂是虚狂」。这个经既然这样讲，难道有骗人吗？何坚不信棒正法轮？为什么你不相信《维摩诘经》说的呢？只有所作罪根，实乃从真其病。为什么一直要执着说你有罪啊？啊！ 那么这样不是反而增加了这个我们的烦恼吗？增加我们的病啊，这个执着烦恼吗？啊，这个人就这样问了哈、啊。那么永明大师说啊，答佛语成地理事分明，能拔身疑散开众祸啊。所以他说佛说的话是没有错，佛是真实的。 成呢，就是说我们说佛是真于者、实于者嘛，哈，所以佛的话是真实的，地呢也是实在的，哈、啊，理事分明。佛在讲经的时候，有理有事，都是讲得很明白，能拔身以能够拔除众生的疑惑、众生的疑惑，散开众惑，能够把我们众很重的疑惑能够去断除，哈、啊。他说：若生信者，啊。 有名大师说：“如果是生信的人，一闻千物。一听到这个话呢，一闻千物，什么叫一闻千物啊？啊，比如说我们以心经好了，我们不了解什么叫一闻千物了哈、啊。我们说心经说，照见五蕴皆空啊，或者是说，呃，这个金刚经说啊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” 啊,啊！我们一听到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一闻千悟，这个也悟，那个也悟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说我们今天生病啦、啊，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啊，我今天呢难过啦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我今天伤心啦、啊，啊，一切都是梦幻泡影。那么呢，我今天呢热啊，也是梦幻泡影；冷也是梦幻泡影。啊，得到也是梦幻泡影。 啊，苦乐、忧愁、悲欢、喜舍都是一样，啊，悲欢离合都是一样，那个叫做一闻千悟了、啊，就是说一听到如梦幻泡影，啊，就全部都如梦梦梦幻泡影的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还要说的吗？啊，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哈、啊，所以他是说，如果深信的话，一闻千悟了，啊。 当然就是以前呢，一个有一个老老菩萨，一个阿婆啊嘛，对不对？一个禅师就跟他讲说：“哎呀，凡事都随他去了，对不对？”哈、哦，那么他就随他去。后来呢，他就在那边，他就在卖油条嘛，在那边炸炸炸,炸炸，那么随他去？人家讲：“恁到会少厝啊？”他想买起完老不啊，想讲师傅随他去，就讲啊，随他去了。恁家会少厝，无厝在，无厝怕什么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第二个讲。 恁囝跋摆个最细啊，还 <laughs> 是讲啊死，死的死了去啊，无随他去啦。哦、啊，这个叫做一文千物啊。啊那讲那对着咱讲啊，代志大条啊，这 <laughs> 大条哦、啊，那么就开始想很多很多的啊个这个叫做一文千物了。我们举例了哈、啊，如果说啊如梦抱怨啊，就通通如梦抱怨嘛，哦、啊，那么一文千物嘛，哦、啊、都是都是缘呢、啊。 啊、哦，就像那个人呐、啊，我们刚刚讲说那个那个沙弥他在行脚的时候，后来他就想说，我今天会被老虎吃，不会被老虎吃，都是缘呐、啊。我如果有那个命啊、哦，有一次他就真的难过了，就想说，啊，就心里面想说，啊，如果有前世有业，我就让你吃吧，赶快把我吃掉好了。如果没有业的话，你就赶快走，你不要来这边吵我、啊。 跟老虎这样想哈，那、啊、是心里面这样想。就老虎就在他面前这样，啊啊啊、嗯，叫了好几声，然后呢，啊，就跑掉了啊。他跑掉，他还这个人呢，他还跟过去嘞，他在跟过去老虎，老虎再看一看又不理他，又走，呵呵他就跟过去，跑到前面离老虎两尺这边看，那、啊、老虎给他看过来不照啊。那他就后来呢，他就看到一个人被老虎吃。 啊、哦，他就想说，啊，他就深信了哈、哦。他说啊，一切都是业因业缘呐，一切都是因果啦，哈、哦。如果有业，就会被吃去了；如果没有业呢，就不会被吃去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有业就接受，啊，没有业就就就这样子嘛，何必在那边一个晚上睡不着，哈、哦，一直在那边想那个老虎。 <laughs> 真的，他就是很害怕，很久很久啊，一二十天了，还是很害怕，很害怕，呃，害怕老虎啊，害怕什么？啊，他就这样想啊，啊，他就以这样子以后呢，他就想说随便了、啊，反正啊，如果被吃了以后，我下辈子再继续再来再来修行这样子啦，不然怎么办？已经在山上了啊，啊，他想说回去啊，回去又太丢脸了。那时候跟师傅、跟师兄想说。 我要来山上，现在回去啊，什么都没有成就，回去了啊，也太丢脸啊。那么，所以说他是相信了哈、啊，相信这个业缘果报。那么这里说，若深信者，如果相信佛所说的话，一闻千物，乘说而行啊，趁着佛所说来修行啊。佛说都一切都空啊，罪障也空啊，什么都空。那么这样的话。 啊，就像《心经》说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反正就这样子而已啊,啊。就是五蕴皆空。我们这个世间有什么东西离开五蕴吗？没有啊。做总统也没有离开五蕴啊，对不对？生病也没有离开五蕴，赚钱也没有离开五蕴，吃饭也没有，睡觉也没有，通通是五蕴啊。啊如果我们知道五蕴皆空，乘说而行啊，既当前非，不行后过。 啊，如果是有生根的善根的人啊，他就如说修行哈，既当前非，能够呢去除荡除过去的错误，然后不行后过，后来也不会再造产生后来的过失啊。步步关照，念念无差，步步都照见无蕴皆空啊，念念之中呢都没有没有差错哈。那么。 永明大师说：“此乃素习轻微，善根深厚啊！这是因为那个人素是很很轻，业障很轻嘛哈。善根深厚啊，就好像这个恶主啊，遇到达摩祖师，他就说：‘你的心拿来啊，我帮你安啊。’他就想说：‘我没有心呐、啊，啊，没有心，他从此以后就没有心了呢。啊’哈。” 不会，今天跟师傅，你昨天说没有心，可是我今天又有心了呢，我就烦恼了呢。不会了哈，不会说今天打完总是跟他说你没有心，然后明天说师傅我虽然是没心吼，但是我嘛是烦恼呢。对，他不会这样。他说呢，这个就是善根深厚了啊。他一听到以后就就就这样子了嘛啊。他一听到没心就没心了嘛啊。就像三祖遇到二祖说他业障很重。 他说业障在哪里？他就说业障找拿不出来呢。哈、啊，那么他就说业障没有。哈、啊，那么他就就好了，他病就好了。啊，那么呢，这个叫做素习轻微，善根深厚了。哈、啊，乘戒俱集，理行相从。哈、啊，那么乘戒我们上次讲过，乘就是智慧，佛乘智慧。那么他持戒也是很严谨。 啊，那么智慧也是很深厚，叫做正界聚集，追求智慧也很重视，对持戒也是很重视，叫做聚集啊。然后理行相从，理就是我们解啦，啊，我们说解行啊合一哈、啊，它有解有行，啊，同时通通具足了哈，那么六十七页。 师级深达教门，坚持佛语，何须试忏？过自不生。如果是上根的人啊，这样的人啊，二祖会可没有心啊，从此又就没心了，没心的他是深达教理，坚持佛语，他们不需试忏，不用忏悔，过自不生，就从此又不会再犯错了啊。从此以后呢，好、啊、不用再忏悔了，他从此以后就。 这个不用犯错，这是讲上根的人呐、啊，哈。那么这个永明大师说没有错了，罪是空，没有错。但是如果是上根的人，哈，一听到这样，自然他就不用去忏悔，他就不会再再犯错了，啊。那么下面说，如若垢重藏身，自荒德薄，这是讲另外一个啊一般的人了、啊，哈。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看。 oh um.